亲爱的朋友们，现在呢，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的隧道穿越速度赛。那顾名思义呢，就是要比各个狗狗穿越我们各项隧道的一个速度，谁更快了。那据我了解呢，今天的比赛当中啊，一共有16只狗狗进入到了我们的总决赛，最终他们将经过激烈的角逐，产生出最后的三名冠亚季军。那到底会花落谁家呢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We'll be right back.